即阵发生伫十五当前，发生伫即个空军司令部的姓谢的女童监察案，即卖伫检方重新侦办，并已是即个宣告已经从清官的被告江国庆是冤枉的。但毋过，使人较遗憾的是，十多年来为着后生四界走撞，要要求平反的江国庆的爸爸江志安，伫旧年已经过身啊，嘛未复看到司法为后生洗清冤枉。就是江国庆啊，一个人这个所做的。时间回到1996年的十月份，当时军管专案小组宣布破案，确定无到一个月前发生的误会，查某囡仔是伫空军作战司令部营区便所外口的空地，下身被毒伤，是蒋志斌江国庆一个人所做的。军法求处死刑，严格江国庆讲，家己是被刑求逼口径才认罪。一直到死刑前，江国庆的自白书嘛是坚持，人唔是伊杀的。1997年的8月份，江国庆被执行死刑。十多年来，江国庆的爸爸一直相信家己的后生是清白，四处找证据。可是，一直到去年的5月份，检察院才重新来调查。即马检方重新侦办，已经确定洪庆山、江国庆是冤枉的。讲到底是用什么甲你刑吼？啊，你讲我听，伊讲用电击棒，伊讲我这个哪对身躯边啊过，这毛囊会长啦。可惜江爸爸还未等到后生冤枉洪平焕，去年就过身了。可是江爸爸当时的质疑拖十多年后，最后拢洪证实。当时伫这件性侵案件发生三个月了，台中冇发生用的哥性侵查某囡仔案件，犯罪手法完全同款。最后抓到的凶手就是要甲江国庆同一个营区的柯林洲。江爸爸当时嘛强烈来怀疑，后生牵涉案件其实是柯林洲所做的。丁正书观点，爱伊后生家己去找18个害死伊的凶手来报仇。一直到去年，检察院嘛怀疑江国庆其实可能就是替柯林洲来定罪。女童的右大腿后侧所采获的阴毛囊，那个是证明 DNA 的那个鉴定以后呢，它是跟江国庆的那个 DNA 的型是不合的。检警重新调查，也对警方当时完全排除柯林洲的自白感觉不可思议。在江爸爸的操纵下，这件命案经过7年的调查，跨过两届的岗位，仅仅是调查报告就写200多页。在案人员以错误真多来形容当时空军作战司令陈调兵所领导的军方办案是真清彩，只嘛证明军方是抬唔到人。可是江国庆佮伊的爸爸拢一定无伫个咯，但十多年积德的正义充满憾恨佮无奈。记者综合报道。